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宣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净土大经科注，请诸位同修掀开科注741页，741页，请看第六行。遍观三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寂，性本解脱，于十方求了不可得。这是一小段。这段佛的开示啊，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：佛有能力遍观三界，当然呢，也包括所有诸佛刹土，他能够把一切万法看得清清楚楚。无明本寂，性本解脱。无明，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那我们说句实在话，我们应不应该有烦恼呢？在理上讲，自信是没有烦恼的，自信是没有束缚的，自信也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也没有呢分别执着。但是我们现在明明感受到强烈的烦恼，种种的束缚，鲜明的妄想，谁造成的呢？不是别人，都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学道、学佛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归本性，与十方求了不可得。这一点是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想要探知宇宙的起源、事实的真相，犯了这样一个毛病。他怎么去找真相呢？向外求，十方嘛，就像外面世界。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八识里面的第六意识功能最强大。第六意识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，那这个边缘它能够探测到多大？关键就看到这些科学家他们发明的仪器有多先进。不要说别的，我们看一下现在人类的科技呀，其实蛮差劲的嘞。连火星，我们都还搞得不太清楚，这还是在太阳系里面。那银河系呢，比这个更加的广阔。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整个宇宙事实真相，假如按照现在这种科技发展的速度，那不晓得要等多久。等到您200岁了，能不能够知道？还不知道。那再加200呢？永远无法测知。所以呢，对外这个第六意识呢，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；对内呢，它能够探测到
阿赖耶的三系相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圆不到自信。怎么能够圆到自信呢？很简单，但是没有人愿去做，还有人不知道怎么去做。怎么做呢？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自信自自然然，你就看到了。有没有人看到？太多喽。您看到了没有？还没。为什么？还没放下分别执着。所以哪一天您能够像慧能大师那个样子，一下子顿舍，当然同时呢，您就顿正。所以这个放下了，那个就相应的就得到了。那这个不肯扔掉，那自信您永远不能够恢复过来。所以说科学家真的，我们也是很建议他要学大乘佛法，因为大乘佛法是尖端的科技。如果有人对于天文学很有兴趣，那他也应该要看呢大乘经典，讲得非常的详细。而这些话更加不可思议的，居然是佛家3000年之前就说出来了。以前我们先不要说有什么尖端这些科技的仪器被制造出来，连电都没有。现在这些仪器它离开不了电，离了电它没办法工作。那佛是凭什么知道事实这么清楚呢？因为他老人家用的是禅定的功夫，也就是他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心越清净，心越平等，您所预知的世界就越加的清楚。所以楞严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净极光通达。因此每天我们认真的读经，认真念佛拜佛，其目的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心呢收回来。平常我们这个六根呢总是往这个外面跑，这里说吧，像十方球，这个意念大错特错。从今天起我们要回过头来，一回过头来看到诸法实相，你就会豁然大悟，同时也很感触啊！我为什么以前会那样想、那样说、那样做呢？好在我们今天遇到了善知识，教我们大家怎么样走一条正道。看看现在社会，看看这个世界，真的是太乱太乱了。的确确，我们现在目前暂时住在图文巴，相比较而言算是还比较安定。听说昨天美国有2个州就发生了枪击案件，就拿那个纽约好了，纽约一个枪手他在现场就杀死了11个人。更可怕的，他一边开枪还一边直播。哎呀，这个业就造得重啊。还好那一个平台赶紧就把他那个视频给删掉了，要不然这个东西留在网络上你也看我也看，那个不法分子他就会怎么，他会就会效法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待着真的没有一个安全感的，我们只能说此地算是相对比较安定，但是不能够说绝对。那绝对安定和平的一个场所是哪里呢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那个地方理想？因为那边的人所有大众
都在天天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，同时十方诸佛呢也在教育大家，所以在那边没有一个大众有恶念，当然呢也没有恶行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呢看得很清楚，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真的不应该再有一丁点那个留恋。正确的观点是什么？能够早点去极乐世界就早点去。有同学也很感慨地说，法师，我想去就是去不了啊，我恨不得昨天就去，怎么阿弥陀佛还不来呢？是不是阿弥陀佛太忙了把我们给忘记了？不是，他怎么会忘记？他的记忆那么好，为什么他还不来接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个世缘放下。他就好像是一条无形的绳索，把我们呢拉在这个地方，使我们无法处理。所以呀，这个因呢不在佛那边，关键在我们这边。阿弥陀佛是个缘，他是帮我们一把，那关键是看自己想不想出六道，想不想出十法界。下面呢还是这个涅槃经上所讲的，根本无故所因之业，皆悉解脱，无名解脱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脱，以是因缘，我今安住常寂灭光，名大涅槃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够把一切万法讲得那么清楚？大事小事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情他一清二楚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已经把智慧真正恢复过来了，所以智慧起现行能力就具备。哎，他老人家的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本经的经题有四个字就告诉我们智慧怎么样恢复，其实大家都很熟，清净平等。您能够做到清净，做到平等，那个觉它自然就会起现行。所以呢，深入经藏有这样一个好处，帮助我们呢逐步逐步看清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佛在经上也常常提醒我们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那个善根福德深厚人呢，他听到佛这样一讲，他当下这些所有的杂念妄想呢一下就放下了，他能够回归极灭，这个就是大般涅槃，这个就是呢清净平等觉。哎，契入这个境界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就太多了。我们就讲极乐世界好了，您能够入这个境界，那个心情是非常快乐。再看一下我们世人，说一句实在话，我们真的不乐。我们现在心里面装满着什么？假如那个烦恼啊，它有一个物质形象，您看它都是什么样子呢？很黑很黑的，只是打个比方形容一下。而这个烦恼呢无量无边，更可怕的还在天天增加。所以我们现在如同一个生病的病人，病得很严重，可是在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人，他不知道他生病，他还以为自己蛮健康的。佛家所讲的那个病，最主要是指他那个心受到了污染。所以啊，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，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那些污垢、烦恼等等洗刷干净。
当然最好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到达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消除业障，消除烦恼是最方便最容易也最快速。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讲究实在话，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指点，没有好的环境让我们修学，想要做到前面所说的非常困难。而且像这样的一个道场啊，虽然说有佛菩萨护法神加持，那妖魔鬼怪会不会来也障碍呢？也会的。有的人他觉得哎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都修得蛮顺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他修学呢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呢会有些问题产生。那个问题产生不在于外面，还是在于他自己的心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永远保持在清净平等觉上，这样子呢就不会出差错。那假如出了差错呢，一般讲嘛，业障现前怎么办呢？这难免呢，可能我们就发生过。普贤菩萨教我们一句话，要忏悔业障。那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又是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。所以要念这句佛号特别好啊，真的，您问问题哦，不管您问什么问题，一句阿弥陀佛全部都打光了，都打完了。您问吗？我怎么样积功累德？念阿弥陀佛。我怎么样做好事呢？做第一大善事呢？念阿弥陀佛。我怎么消业障最快呢？念阿弥陀佛。你还有没有问题？你还有问题是不是？还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个答案哦，你就印象非常深刻，原来说来说去就是执持名号求生西方净土。多加一句吧，发菩提心。所以这个三辈里面都提到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无上的妙方啊。下面的话呢是黄连老所说的，此乃世尊最后慈悲为切之垂示。这是讲到涅槃经。一般我们中国古人说呢，老人家在要走之前呢，都会把儿孙呢召集在床榻旁边，把这个后事啊料理好。当然呢，他肯定会非常殷切的叮咛儿孙该怎么做人，该怎么把这个家庭维系好，把这个家业好好的延续下去。佛呢也是这样的心态，所以这一部涅槃经可以说是佛的遗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假如有法师有同修啊，他能够专门给大家讲涅槃经，那也蛮好的，这是一部大经。下面呢再举永明延寿大师的他的做法，以及永明大师愿于无量劫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用血为墨，以书此文，用报慈恩者也。永明延寿大师是吴越王时代的人，他是我们晋宗第六代祖师，所以他老人家看到涅槃经上佛所讲这个话了，他当时就发了一个大愿。他说什么呢？把自己的皮肤啊剥下来当作是纸，用自己的骨头呢作为这个笔，用自己的血呢当作墨汁，来把佛经呢把它写下来，用这个做法来报答佛恩。他希望佛法能够绵延到后世。
我们听说啊，这个佛门呢，有的一些老法师、老和尚很难得，他用血做这个墨汁写经。好像以前是一位香港的老法师吧，他写这个经哦，不是一般的经，他是写什么经呢？《华严经》。哎呦，那可了不起了，《华严经》分量很大嘞。后来这个经本完成之后，听说他那个手抄本呢，目前收在美国一间大学图书馆里面。我们就觉得，为什么这个老和尚的墨宝跑到美国的图书馆里面去了，而不是在我们中国寺院里面呢？保存，因为这个墨宝啊，让大家瞻仰一下。你看这个老和尚啊，很难得。下面念老啊，再为我们解释一下：无明本无，枝叶何有？在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，马明菩萨曾经说过：“不觉本无，本觉本有。”那这个无明烦恼，它有没有呢？没有。而这个枝叶指的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。因为这个分别执着都是从这个无明而来的，所以世间法呢，我们真的要把它放下。那还有一点呢，那出世间法呢，佛法要不要放下？《金刚经》上佛怎么讲呢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佛法就好像是一个工具，啊，帮助我们渡过这个生死的河流。上了岸了，那这个船呢，就应该把它放下。宁可不要上了岸之后还把那个舟啊扛起来，那请问您怎么走路？是不是？那个船呢，要把它放在岸边给别人用。所以啊，这个修学要知道修什么。整个十法界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。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非常准确，就是那个无。六道是无，十法界是无，再仔细看，到最后一真法界呢，还是要把它放下。您唯有把它放下了，将来才能够回归到常寂光净土。可惜的是，几个人知道六道是假的？我们都认为眼前所见到的人事物都是真的，看到自己的面相以为是真的，看到别人呢也是真的。这都是啊，不知无，误以为真。所以，对于这个真相，要搞清楚。后面还讲到，达妄本空，这个我们要学。达就是通达、明了，妄呢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妄。什么叫本空啊？就是刚刚所讲的，当体即空。好在啊，弥勒菩萨呢，把这个现象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他说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。您说哪一念您能够得到？刚刚说他生，他就已经灭；说他灭呢，他又生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万法呢，没有一法您可以拿捏得住，刹那不可得。大家昨天有没有在这边参加37呢？有啊。您在这边参加37念，当时大家都在这儿，有唱有念的，有跪有拜的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在哪呢？不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堂课是不是也是一场空呢？它还是一个相似相续相。经典是应该要认真学习，但是呢，不能够着相，能够做到达奥。
达望本空，那就太好了。他后面就说真性自显。我们呢，只要知道一切现象，这包括十法界不可得，那一个自信呢，它自然就现前了。倘若我们现在还是执着外面的妄相，以为是真的，那这个自信你永远见不到它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啊，常常听佛讲开示，常常阅读经典，就有个好处。什么好处呢？提醒我自己，外面的现象都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果然您能够认同这一点，能够放得下，喜悦所涌现出来的那个程度，它就随着您放下多少而展现出来。所以有的人他这一学佛啊，马上就入门了，他快乐无比。那有的人呢是慢慢的放，有的人呢放的稍微快一点，那慧能大师呢是一下子就舍弃掉了。当然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，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物在唐朝才多少个的，加他吧，43个人。中国那么多人口，学禅的不少，可是真正有大成就人呢，还是凤毛麟角。所以我们思来想去啊，还是走学教念佛这条路呢适合我们大家。因为自古以来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太多太多了，保守估计吧，至少有10万人念佛往生。我们希望以后土木巴呢也能够建一个档案夹，看有哪些法师哪些同修在这个往生榜上。到时候我们这个网站呢专门开辟一个栏目，哪些大德往生，给他做视频，给他做那个文章，把它写下来，这个功德就无量了。下面次即之无之要义也。这个之无呢，就说知道啊，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像做梦一样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现在所居住的环境看作是什么？一场梦，假的梦。白天是梦，晚上呢？晚上如果您做梦的话，那个叫什么？梦中梦，都是空的。所以那个分别心哦，执着心特别重的人，我们真的很建议他细细的阅读《金刚经》。假如《金刚经》看不懂，那就可以拜读一下姜卫龙老居士所写的《金刚经讲义》，其他那个分量啊，大概是这么大。我们学院就这个本子，早年师父上人在新加坡还特别讲了一下《金刚经讲义》这个精华，说了300多个小时，说得非常好。多看这部经，多看注解，就帮助我们把那个无搞明白，知道一切相都是不可得的。哎，那无是说的事实真相，而那个有又是什么呢？有是指事实的假象，真相不可得，假象呢也不可得。所以宗门大德，你看他那个老和尚考他的徒弟时候问他什么，没那么多话，就2个字，说什么会摸，你会摸，那会了你就跟我一样的境界，那还不会呢，还在慢慢修。真的会的话
他说不说话呢？不说。所以当年呢，这个维摩长者有一天呢，文殊菩萨去拜访他，就问他这个心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啊。那维摩长者怎么做呢？就一直看着他，笑眯眯的看着他，不说话。文殊菩萨就等了，等了半天，一句话不说。后来他就怎么了？他就开悟了。心性能不能够说得出来呢？说不出来。您只要一说就打妄想了，一张口就错了。动念即乖，开口便错。所以有时候善知识呢，有说话帮助我们开悟，他有时候不吭声呢，也是帮助我们大家觉悟的。不过这个方法比较特别，特别根性老师就不说话。那如果对于中下根性的人，老师可不可以这样做？那不行。那我们在那边呢，等上两个小时，两天两夜，一个月，老师还是不讲话，我们就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儿啊，算了，明天不来了。所以不是那个程度啊，就不能够用这个特殊手段。好，下面再说。至于游者，宗门常曰，这是禅宗所讲的，必须知有使得。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无，同时呢也要知道有，这样才行。如果知无不知有，这就变成是一条死路。他能不能够证涅槃呢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说涅槃，涅槃是真的假的？你看老子当年是怎么说的呢？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。说一个涅槃，那是相对于什么呢？生灭而讲的。那没有生灭的，哪里来涅槃呢？我们现在在什么状态当中呢？我们就在生死当中。所以佛就怎么样呢？他就特别说了一个名相，叫涅槃。一旦你哪天证得涅槃，您的心里面就不会再有涅槃这个名相了。这样讲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吧。接着下面再引用啊，傅大师他所写的这个《心王明》里面的一段开示。这段开示啊，也说得蛮好的。他举个比喻：水中盐味，色里交清，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。心王一耳，身内居庭，面门出入，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这是一段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都会用到一种啊调味料，盐。顺便问一下啊，我们讲世间法好，您觉得这么多的调味料，哪一种调味料是最好的？酱油吗？辣椒吗？醋呢？盐呢？还有糖呢？等等等等，你觉得哪一种最好？曾经有一个皇帝啊，他就问一个大厨，御厨吧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这么多的调味料哪个最好呢？那个御厨毫不含糊马上就答了，盐。那个皇帝挺有意思的，盐呐、啊、哦好，从明天开始起，那个菜多放点盐。哎呀，那个您说底下的御厨要不要听话呢？都听，那还得了，不听还不被砍头。
每一个厨师哦，那都随着皇帝的喜好嘛，都加盐，加很多盐。或者皇帝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怎么这么苦啊？真的，您其实很多菜里面都是离不开盐的，但这个盐呢，不能够过量，过量的话对身体也是有伤害。这里就举到我们常常用这个盐，你把这个盐呢撒到那个水里面去，把它搅拌溶解之后，再去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盐的那个成分呢，看不到。可是你用这个汤匙舀一点点放在口里面尝一下，能够品到那个咸味。这是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是色里焦青，而这个青呢也可以写成青莲，那个青都可以。它是指呢已经制成颜料或者是染料色泽比较纯净的胶质。大家都学过毛笔字吧，我们写毛笔之前您肯定先怎么样呢，磨那个墨，就是把那个墨汁把它这样子磨一磨，使它比较均匀一些。那如果您画这个画，不管是中国画还是外国这个油画，它那个颜料也都是要调和的。所以墨汁里面颜料里面都有那一个焦青，而这个焦青呢又看不到，它确实在里面。它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您这一笔下去，那个墨汁那个颜料就能够因为有这个焦青使它粘在这个纸上面。所以没有这个焦青呢，那些墨汁涂料呢没办法联合，它有这样一个作用。而这个焦青看不看得到呢？看不到，可是呢它确实是存在的。说这两样做什么呢？是比喻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真心，都有自信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傅大师呢他就给我们讲这个心王这个事情。心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而这个王呢它是比喻的一个词。一切万法从哪里产生呢？从心想生。那所现出这些相是不可得的，这就包括十法界。那我们再问一下，那个能现的心能不能够看得到？看不到，它是六根呢也接触不到，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不得已呢说它是空，因为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嘛。可是不能够说它是绝对的空，为什么呢？遇到的缘，它也能够产生种种的万象出来。对于本体，我们不要去执着计较它。那对于这个所产生的万象呢，也不能够生任何控制、占有的想法。所以这里就说嘛，这个盐跟这个焦青，他们呢是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。用这两个例子来比喻我们的心王。我们的心王呢，的的确确是看不到、摸不着的，可是呢，它又确实存在。可惜的是，凡夫啊，因为迷了，这个心王呢，他现在转化了，转成了什么呢？我们讲啊，在经上所说的，他就转为八识、五十一心所。哎，学佛的目的何在呢？就是把那个迷了的东西呢，再恢复它的本来的样子。所以啊，要把这个妄回归到真。倘若我们现在不认真的
学佛，依旧是啊，八识当家做主。那这个人在六道里面，真的叫苦不堪言。昨天我们就听到一个消息嘛，悟生感觉到蛮惊讶的。哎呦，隔壁疗房两个女众同修感染病毒了，这就隔在，就是一道栅栏呢。所以后来就悟生问办公室的同修嘛，怎么没有人通知我们一声啊？那同修就说，刚刚才发现，现在正在处理当中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感受到啊，这个世界啊，真的是大家的业力特别重，业障非常重。你看我们这个道场，这算是正法道场。那这那一位古谈交情的那位老师，我们不太熟悉。可是另外一位同修，他每天都在念佛，每天都在读经，他也被感染，那被水感染。怎么感染的我们都不太清楚，那肯定是常常来到学院的人喽。那大家带着病菌也不知道，这样子可能互动，在某个情况之下他就产生这样的问题。他这样一个事情也是在提醒我们一桩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的妄念一定要降到最低点，就讲的心王嘛，一定要让自己心呢保持在绝对的清净、绝对的平等、绝对的真诚，当然还包括慈悲。倘若我们自己虽然有在用功，但是还是心里面呢杂念妄想太多，它那个病毒就会怎么样呢？就容易攻破我们的免疫系统。所以佛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，他绝对不会受到感染的，因为他本身这个免疫力强大。因此修行到底修什么呢？就是修一个清净平等觉，时时刻刻都要这样子，我们才不会受影响。现在讲防啊，真的叫防不胜防，你躲到哪里去啊？躲到地底下挖一个什么地堡啊，储存几十年的粮食，还有什么水等等，是不是就没事呢？不可能，该受那个业哦，他还是要遭那个报应。与其消极的防守，不如怎么样呢？主动的，我们来改变自己的心嘛，因为心是主宰。这里讲到心王，那个王有什么意思呢？王就有自在主宰的意思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在乎外面怎么样，我们最怎么样要控制好自己的心。那最好控制我们心的方法是吧？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最有效啊。你看我们每一堂课不都是劝大家要念阿弥陀佛了，怕不能够解决问题，一定要怎么样呢？用佛经里面的方法化解这些啊自己跟众生的业障。据说可能这个全世界啊，这个灾难呢、啊，要延续到年底。有人说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够化解。这当然是他们一种说法，我们呢，姑妄听之。最主要是怎么样呢？把握住自己的心量，这个最重要。我们希望把自己功德天天回向给大家。尤其是这些生病的同修，这些美国已经死了100万人了，要回向这些苦难众生。大家有没有想到，这100万多人死了，那他的小孩呢？是不是长辈走了，他还有儿子、女儿，甚至还孙子？现在有25万孤儿，可怜呐！这真的是人间一种悲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修道，把点点滴滴的功德呢回向给全球这些受苦受难的大众，希望大家早点能够度过这个关口。当然最好的呢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念佛，
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呢摆脱这个苦报。这里还说到应物随情，这就讲到佛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都能够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下面呢是黄念老所讲的明宗，就是新王明，明宗以譬喻明当人个个自有心王。这就讲到我们大家了，我们每个人呢通通都有什么，都有自信呢、决定是由应物随情。这是前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发挥妙用但不见其行，我们的口业我们的身业其实通通都是受谁在主宰啊？谁在引导他呢？就是那个心王。那佛菩萨这个心王呢，他觉，他不迷，我们众生这个心王呢是迷不觉。真的同样一样东西有差异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一个觉跟迷不同。幸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缘分好，能够遇到真正的名师，指给我们一条光明大道。每天我们的身口意都是向着觉正见，那以后这条路是越来越光亮，越来越宽广。自己修得好，就会感化别人，也能够使其他人呢灭除他自己的业障。所以这里讲嘛，发挥妙用，对自己来说功夫境界每天都在提升。你想想看，您的功夫天天在提升，那无形当中有没有帮助家人帮助别的同修提升他们的境界呢？也都在。怎么个提升法？提升什么呢？提升我们大家破迷开悟的这种功夫，也就是说智慧呢不断的增加，烦恼习气呢天天都在减少。后面再引用啊《涅槃经》上的一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这两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面，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，我们看待一切人就会啊平等的。所以有这个美国发生这个枪击事件之后，副总统呢就出来发言，他就说现在全美国啊这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。其实如果大家都能够学佛的话，这种情况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减少，甚至于到最后呢也可以把它化解。所以啊，我们看佛法，它教我们要做到什么？要做到平等心。看待一些人就是我自己，那既然他是我，我是他，我怎么会伤害那个人呢？绝对不会。还要伤害别人，那就是自己心里面存着一个错误的知见，他不是我，我不是他。接着，知有者即是知有此佛心。这说到知有，有什么呢？都有这个佛心。关于这点呢，其实您看其他大圣经典上也这样子说。譬如我们上次所提到的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里面就提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是心是佛，是心呢作佛。”人人都有佛心。那现在我们用的方法就是采用念佛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人人可以做，人人都能够行得通，人人呢
都能够得到法喜。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相不相信了。您能够相信呢，哪有不功夫得利的道理。接着再引用新灯录里面的说法，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，若不知有，总是虚妄。知道一切，一切万象都是虚幻的，都应该把它放下。放下之后，那个真的呢，它就浮现出来了。后面念老呢，再进一步的为我们说明。上面解释啊，知无与知有，知无我们放得下，知有呢，我们有一生明确的努力的目标方向，所以呢，以明实达有无。现在人口71亿，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。那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用4个字就能够概括的出来：吃喝玩乐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？他辛辛苦苦的拼搏，从读书到最后创业，啊，赚到钱呢？赚到钱怎么样呢？享受快乐啊！可是他就没想到，当然他在所谓的享乐的时候，是不是在造业呢？以前听说啊，欧洲某个国家，他们要颁布一个宪法新条例，说呢不可以水煮螃蟹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啊，把那个螃蟹啊活活的煮死，这个不人道。所以他们规定，凡是用水煮螃蟹人都要判刑法。看起来好像是蛮慈悲的，不杀生嘛，不杀螃蟹。但是他也没想过，那牛呢？猪呢？那其他的海鲜物呢？天上鸟呢？哪一个众生愿意被别人给屠杀呢？所以啊，世人呢，他的目标就是希望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，而这个欲望有没有一个底线呢？没有一个底呀，贪心太重。那我们人学佛人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呢？我这一生是要成佛的，我是要明心见性的。就像这里所讲的，要能够做到什么呢？实达有无。这个实达是什么？后面还稍微解释一下，叫实心达本。这个心就是说我们的真心，本呢就是根本。根本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那知道之后，再把这个有无怎么样放下。您可不要说知道之后还要执着它，那就麻烦了。一般来说执着嘛有2种，我执，还有一个法执。我们稍后呢会讲那个法执。您只要还有法执哦，决定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所以佛对阿罗汉呢还不满意，对毗湿佛呢还不太满意。我执他放下了，他还有法执。所以佛对声闻缘觉有一个评语。其实说出来我们就觉得，哎呦，佛讲话讲得好重啊。批评他们什么？骄牙败种，堕无为坑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吃过豆芽吧？不管是什么芽，那个芽要正常啊，种子呢也要正常。假如这个根跟本出了问题了，哪里可能会有农作物产生出来？堕无为坑是什么意思呢？
堕就堕落嘛。他们2万大劫或者是1万大劫当中，没有主动发心出来普度众生，所以佛对他们是很不满意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只呢自顾自己啊，享受那个偏执涅槃，所以佛不认同他们这个做法。还好，2万大劫或者1万大劫之后呢，他们就各自又转过来了。他还是有一个出头之日啊。底下再讲，了达从本以来自性清净。这就说到我们的心王，我们的真心呢？说实在的，根本就没有被染污过。那所染污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意识，是我们的意根，是我们的阿赖耶，也就是第6识、第7识、第8识。此正相当于大圣起心论中之执心。这个执心呢，就是真心。什么又叫执心呢？底下呢再说了一下，就是正念真如法也。它跟真如相应，与纯净纯善相应。第二个方面，圆修妄恨，相当于大圣起心论上所讲的身心。要修一切诸善行故，说一个执心，说一个身心，再加一个大悲心，这就是解释菩提心嘛。这说我们的心王，身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他特别喜欢呢，修善法。那当然，我们想要把这个善法修好，首先要明白什么？什么是善法？世间人有没有把善恶搞清楚啊？没有，他把善认为是恶，把恶呢认为是善。这就是圣贤教育、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我们在这个时代啊，应该要大力的提倡。所以啊，悟生在美国住了10年了，真的是感觉到怎么现在的美国跟我们当初在美国时候那差了这么大。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？没有。加拿大呢，只是去了4个省，在那个美加边界4个省呢，从东到西去过一次，但时间不长，才1、2个礼拜。不过感觉到加拿大的磁场啊，就比美国磁场要好。那是在99年的时候，不是98年的时候，98年、97年底，20多年前了。毕竟呢，加拿大它地广人稀，造的业呢就比较轻，所以它那个磁场是比美国要好一点。那么现在美国出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是感觉到蛮悲痛的。所以哦，这个佛法真的还是需要人呐，发心呢，到处弘传，到处介绍。再看第三个，大慈悲为本，相当于彼之大悲心。欲把一切众生苦故，这一点呢，可以说每一个佛菩萨都是这样子做的。所以圣教在世间做什么事情呢？三桩事情，每一个宗教都是这个样子，包括我们佛法，帮助我们大家离苦得乐，帮助我们大家转迷为悟，帮助我们呢转凡成圣。佛不但天天讲，他还呢天天做。他老人家讲了多久？49年。说实在的，不止49年，他讲多久了？79年。从他入胎那一刻就开始讲了。当然，那个前面的30年呢，一般人不认同的，
经上讲的那么清楚，佛在他怀孕的时候，他到妈妈肚子里面那一刻，他就在里面呢办讲经的大法会。你说一般人他相不相信呢？他就说我们在造谣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谁相信呢？那谁才能够资格参加这个盛会呢？法身大师他们信。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随顺大家之间啊。佛讲经49年，住世79年，而实际上他老人家足足讲了79年。这一次下面再总结一下，是以此之三种发心。这个三种发心呢，就是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讲的三心，这是讲菩提心。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，故知发如是之心即是发大菩提心也。其实大家仔细看了黄念老这个注解，你就发现到黄念老在解释这个菩提心的时候，引用的经论书分量特别大。不但这里有细细的讲，在前面我们跟大家汇报十门开启的时候也讲了蛮多的。为什么同一桩事情前面说了，那到这里正中分还要讲呢？因为它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下面呢，念老在引用啊《往生论》里面的说法，《往生论》也叫做《净土论》，这是天清菩萨写的。为菩提心，即愿成佛度生，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。这就讲到吧，什么是菩提心？其实他这个话说的蛮白的了，就是想要成佛的心。那我们成佛又为了什么呢？普度众生。在现前我们怎么帮助别人成佛呢？劝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话要再说回来，我们苦口婆心劝别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那我们要不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？要啊。有没有行动啊？昨天念了多少？我们常常提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啰里啰嗦讲这么多遍呢？一般古人呢，不会像我们这样的重复那么多次的，顶多讲三次，标准的说法是两次。说两次再不说，他再不做就不说了。为什么不可以再说第三遍呢？再说第三遍人家就烦喽，觉得我们这个人怎么常常重复这个话。为什么这样子常常提醒大家呢？因为现在大家还是没有很重视念佛法门的重要性。也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听经的时候动这个念头，我要认真念佛，可是一旦走出讲堂呢，一旦经本合起来呢，只要外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，我们就动心了，就被五欲六尘的给拉跑了。幸好啊，诸位同学，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图文巴尔，其实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啊，我们把它音译过来嘛，有同学把它翻成是图文巴，图画的图，有人是把它翻成图龙巴，我们想图龙巴好像音差的太大了，还有人很调皮，他把它翻成什么呢？土文巴，土地的土。他为什么这样子翻呢？土里土气的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太乡下了，太偏远，太落后了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您居住在这儿就感受到什么？这边磁场好，很安静。真的悟生觉得这个七天当中住在学院里面，礼拜天早上是最安静的。假如下午没有三时心念，大家是在
Westbrook 做三次训练，那整天这边都蛮安静的，安静好啊，安静那种感觉说不出来，特别舒服。不过如果您图安静，这又是个分别心，对不对呀？又是个贪心吗？你想要环境安静吗？我们就怎么样呢？随缘呢，恒顺众生就好。我们要明白啊，居住在此地暂时的，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搬家了，所以无声已经随时准备好了，阿弥陀佛哪一天来叫无声过去毫不迟疑。所以哪天无声不上台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当然了，还在图八一天，那就要很认真的跟大家做报告。好，下面再说，此心初看似叫前心意欲发起。这个说法呢，就是说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好像比前面所说的要容易得多。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后面呢就否定了，实意不然呢，实在来说呢也不简单。为什么啊？纵然这个人呢他修学佛法几十年，还是那个烦恼习气很重，他那个愿心呢还是敌不过他的业力。佛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嘛，业力能敌须弥，敌就是敌人的敌，能敌须弥，能生四海，能障万法啊，能障大法。这就告诉我们业力它是无形的，你看不到那个力量，可是它怎么样，它确确实实有。所以这个呢是一定要突破的。接着下面再讲了，盖净土往生法门实为难信之法。这句话如果是别的阿罗汉圆觉菩萨讲呢，我们未必全信，可是这个话是佛在哪里曾经讲过。昨天大家不是读了弥陀经吗？佛就在弥陀经上讲过，无量寿经呢也说过，信心未生何能发心。这个发心就是说发菩提心，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啊，诸位同修，真的每天读经太重要了，每天听经非常重要，同时还有念佛拜佛。接着再引用弥陀经上的经文，十方诸佛称赞本师与五浊师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这样做，十方诸佛呢通通都是这样子劝导我们。接着再引用无量寿经上的经文，有本经独留此经品曰，若闻思经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。所以说凭良心讲，宇宙当中最难的一桩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能够把这句佛号念好，他能够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可是最难最难的事情。不过这样说大家也不要被吓到了，既然这么难，那就算了，我就不做了。您再看一下净土圣贤录那一个畏惧的心呢就会放下。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都教我们大家怎么样，自古以来这么多大德出家在家的高僧高士，一个个都念到功夫成片以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。所以他们也是人呐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句话，他是人我是不是人呢？那我们怎么样呢？他能够做得到，
我肯定也是能够做得到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？有啊。没有信心的话，明天再来继续听。总之哦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汇报，只有一个目的嘛，就是把大家的信心呢，不间断的增加，愿心呢，不断的增强，到最后您的信心、愿心毫不动摇，您可以不用来了，你就到隔壁去就好了，就自己在念佛堂念佛就好了。那无神觉得特别高兴，所以哦，法师。他所做的工作跟诸佛如来所做的都是一样的，天天劝大众要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导归西方极乐世界。后面念老呢再来赞叹我们一下，是名，这个就说明啊，能性净土实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，于此难性能性思及大智，这就把我们赞叹到极处了。这个最难相信的事，我们居然能够接受，这就证明什么呢？就智慧来说，你是大智慧的。大家可要知道，那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它是表法的，表什么呢？表圆满，表究竟，表无上。所以宁肯发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无限的欢喜。当然呢，他也会在冥冥当中呢保佑我们，加持我们。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登净土之愿，即是发菩提心也。这就说明了什么叫真正的发菩提心。所以黄念老这个注解啊，真的是太完美了。假如有同修啊，他的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挺好的，能够把这个黄念老的注解翻成其他的文字就好喽。我们希望全球200多个国家，这么多的民族都能够学这个注解，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有战争，也绝对不会有呢灾难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？就是六合经的第一条，见和同解。所以后面的，说句实话，后面呢这个工作蛮艰巨的。那相对来说，我们华人的福报大不大？我们不需要看翻译版本的，直接看什么中文，是不是？但能真实信受，自然能发如上之心，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。如弥陀要解云：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，是以念佛之人必以早生信愿，是即发菩提心也。的的确确啊，已经往生的，这一辈子往生的，还有将来才往生的，那个将来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了。总而言之啊，大家都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信愿持名。这个是欧益大师呢在《弥陀经要解》啊着重强调的一点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四点，这有个问答。问答解释者问曰：若背修万亨，那个背呀、啊，就是具足的意思。背修呢，就是说通通都修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何故诸法无形经云：若人求菩提，即无有菩提；世人远菩提，犹如天与地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下面呢再解释。有人根据诸法无形经中所云，若人求菩提，即无有菩提可得，此求者乃远离于菩提，如天与地之相隔远。
我们都知道天跟地啊，这个间距是蛮大的。这里就是说呢，如果有人他求菩提，而这个菩提呢得不到，离菩提呢是越来越远。既然如此，今何云修万恒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？这个问题啊，问得蛮好的。当然这个是为我们呢大众而假设的一个问题。道说大师呢在安乐集里面为我们回答。菩提正体理求无相。菩提翻成中文就是觉悟的意思。那或者翻成了智慧。智慧有没有形象呢？刚刚说了嘛，它没有三种相。不得已说它是空。可是古人说嘛，真空不空。它遇到缘呢能够现种种相。那这个相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它，有。似有非有。所以不得已讲它是妙有。因为它这个变化的速度太快太快了。得不到菩提呢，想要让它真正产生作用，我们一定要修清净平等。有了这个清净平等，大智大慧它自然就现前。我们从师父上人身上就很明显的看得到这个例子。早年师父上人回到澳洲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到这个布里斯本见这个格里菲斯大学的副校长。这在交谈当中呢，他就问师父一个问题，您教学几十年，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学生呢给问倒的？师父让人就想了一下，没有。校长是很佩服。第二天就怎么样呢，我们稍后就参加师父上人一个典礼，刚好他们这个学校举办这一个毕业典礼，所以呢校方就送给师父上人一个荣誉博士头衔。他就看到一句话就能够得到什么荣誉博士。那假如我们现在被这个图文巴的南昆士兰大学校长请了到他家做客，他问您这个问题，您怎么答呢？我们恐怕就说，不晓得被问倒多少次哦，对不对啊？那证明我们的智慧呢，没有师父上人那么大。师父上人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智慧？因为他做了什么？把佛经上所讲的一些方法、理论做到。所以他能够达到清净，达到平等。这个时候呢，遇到外缘，自然而然就起这个作用，随问随答。所以我们对这个菩提的体呀，不应该去着那个相。如果说我们做相求，这个观点就错了，因为呢，不当理实。它跟事实真相啊不相当不相应，故名人缘也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人呢他跟菩提的距离啊越来越远。是故今言菩提者，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身得也。如果您有心去求，以身去求，都求不到。下面是念老解释的，菩提真正之本体，气理则无一切相。自从理上来讲的菩提呢，它是没有三种相。理者实际理体，这个实际理体啊，就是真如实相。真如实相，实相是怎么回事儿？
大家还记得吧？我们昨天有提过的两句话，说第一句您应该答得出第二句，实相无相，亦无不相，答得出来吧？就说实相没有这三种相，但是他遇到缘呢，又能够现生罗宇宙万象出来。这句话其实蛮重要的，实相无相，亦那个亦就是也的意思，这样亦无不相。行人若作相求，这说修行人呢，他如果着相去求呢，亦存菩提之果，欲求菩提之法，此均是法执，即是作相。所以他用心错了，方法错了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是佛家所说的法执，也就是作相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什么是法执。大家把科注收起来，我们现在就不用看科注了，你就看参考资料下册904页。参考资料下册904页，大家找法执。904，有看到吗？好，他说固执心外有，有为无为之实法之妄念也。他以为呢，心外啊有这个有为法，也认为有呢这个无为法，所以他就以为真的有有为跟无为。那这个一个念头呢，就成为什么念头呢？妄念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哎呀，那如果要说起来，恐怕要讲上10多天才能够讲得完。我们就做个归纳吧。你看天清菩萨写的这一个《白法明门论》，大家看过没有？大家不错，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白法明门论里面，天清菩萨就把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所概括的660法再浓缩压缩到100法。那100法呢，再一归类就是5法，五法就是心法，心法就是指的这个8心王，讲8事。第二个叫心所法，心所法就是心王所起的作用，所以心所起的作用呢叫做心所，所有的所，心所有51个心所法，这是属于心法。那么第三个呢叫做色法，色法就是指的物质，物质有六尘跟五根，就是11个色法。还有第四个不相应行法，它有24种不相应行法。不相应行法里面就包括我们常常所讨论的时间跟空间，都属于不相应行法。所以4种有为法有合起来94种。那么最后一种呢叫做无为法，无为法呢有6种。不过这个说法呢，如果要细讲的话，那也是也不简单。这个是一般学法相中，他们一般都会要把这个白法明门论都会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好，下面再说，二圣之人虽断我执而不能觉此法执。声闻缘觉，他们比6道众生要有智慧，有魄力，他们放下的我执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还没有做到隔绝断绝这个法执。那大圣菩萨就跟他不同喽。大圣之菩萨则见断知，你看
他们就能够做到啊，逐渐逐渐的断掉这个法执，能够把这一点做到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唯识论第一卷说，有我法执，我执跟法执两种执着都有。二障俱生，这可不好了。您只要有我执跟法执哦，那个二障它就会产生。哪二障呢？烦恼障、所知障都会产生出来。所以人我执会障碍烦恼障，法我执呢，简称说法执，它会障所知障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就称它为二障俱生，通通都会产生。那佛法就是要帮助我们将来呢，能够把这两种执着通通都破除掉。还是老话一句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呢难哦。我们现在呢不求我断这两种执着，我们只要做到什么，用一句佛号把我执法执把它压服住，不起任何作用就好了。因为这个服烦恼比那个断烦恼就轻松了很多。真的，我们是非常感恩的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想出这一个独一无二的，能够使一切众生通通都做得到的一个方法。而且这个方法呢，不但出六道，还可以出十法界，同时呢地位非常之高，个个都证得阿惟越智菩萨。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呢？就凭这一点，太稀有了，这个他们没有考虑过的，被阿弥陀佛呢想到了。不但他想到，而且我们还真的可以学了之后行之有效。那现在就看大家肯行多少分，您下的功夫越深，将来的果报呢就越发的殊胜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。莫学物胜出席念讲，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